张秘书你好，然后亲爱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久不见。好，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陈妍希。其实最近看到妍希啊，就是都是在报章媒体杂志，然后就知道你工作非常非常忙碌啊，然后生活过得非常幸福的愉快，谢谢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看她就会觉得哇，女人有这种非常甜蜜的笑容，但同时保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是的，所以今天身为这个活动的代言人，要先来跟我们分享你使用美爱美的经验。真的非常喜欢美爱美，因为它非常崇尚就是天然跟那种纯净的理念，跟我非常的相似。然后我真的是就是拍戏的时候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赶戏，然后就是靠着美爱美帮助我拥有一个好的气色。对啊，我们常说很多女明星真的不是人当的，因为尤其是拍戏的女明星哦，因为真的每天睡得很少，然后工作时间满档，但是在这样子满档的行程当中，还是有时间可以用美爱美来保养吗？我一般来讲都是我在上妆前的15分钟，然后就会先敷上美爱美独家4D立体的提拉面膜，就是可以帮助我让一整天的妆都可以更加服帖，然后只要敷上它。它是一贴二压三拉四提，然后可以让整个所有的精华都满满的贴在你的脸上。你自己有做过实验吗？就是比如说做用完这个立体拉洁面膜跟没用之前的差别比较。就是因为拍戏常常都是一整天，然后你要上妆一整天，你的皮肤常常到后面就很难贴妆，就会很干干的，是看起来粉粉的。可是只要在上妆前有用这个提拉的立体面膜以后呢，就一整天妆都会很服帖，也不会干干的。其实美爱美的不同系列有不同的功效，那相信身为活动代言人应该试用过每一个不同的面膜。那如果一定要让你选一样，就是说你今天要去荒岛上，然后只能带一款，带一款，对，你会带哪一款？或者你会推荐哪一款？因为其实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，有舒缓的，有美。各式各样不同的，就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需求，还有美白的，有保湿的。我觉得真的要是看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去选择你所需要的面膜。那如果我自己非得要选一款的话，我应该会选那个大马士革玫瑰4D的保湿面膜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真的拍戏的时候，你会长期的在外面，不管是在非常干冷的环境里面，或者是曝晒在阳光底下，就是你真的需要去选一个保湿效果非常好的面膜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有那个4D 立体的提拉效果啊，就可以让你的里面的玫瑰精华可以更充分的被你的皮肤吸收，然后我觉得效果实在太棒了。所以如果真的只能带一款到荒岛上的话，我会选择它。对，因为玫瑰其实对女生来讲应该是每个女人的好朋友，但是你知道现在敷面膜已经不只是女生的事情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推荐面膜给身边的一些男生朋友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款很适合男生来用？男生的话，我觉得每款都蛮好用的，我觉得那就美白面膜好。美白面膜，因为对男生来讲好像比较少这样子的体验，对，因为男生他们都不太美白，对，基本上他们不太保养的，所以像这样子的面膜的保养，对于男生来讲，也许是一个更方便、更快速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活动代言人，我们的陈妍希来到现场。那么稍后呢，他也会在台上进行这个电子媒体的联访。我们先谢谢妍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一起来看，从右边好了，好吗？然后中间，然后左边。来，妍希左边，左边，妍希左边，妍希左边，来左边。非常谢谢今天非常热情的媒体朋友们哦，大家很热烈的参与今天的这个记者会。